秀水乡头前社区即个参加108年社区照顾关怀基点成果展，以精彩创新的舞蹈表演得到上好的团体奖。执行长陈碧霞表示，社区妈妈为了这个表演练习了几六个月，即个得奖大家嘛拢真欢喜，未来卖持续努力，将成果继续甲大家来分享。虽然年纪都已经超过70-80岁，但是阿嬷伊若跳起舞是真认真。社区执行长陈碧霞表示，大多数的社区表演拢是唱歌、跳舞，或者是拍鼓，为了显现社区独特的活力，特别设计了这套舞蹈，而且服装嘛是大家做伙用塑胶袋啊、报纸等等的物件，以环保的概念所做的。用环保塑胶袋，还有用那个报纸啊。刚开始他们是报纸来编织那个一些玩那个篮子什么，那后来我们想用报纸来走秀也不错。走秀是今年度参加的话，我就有这个构想的。明年度我们可能会用歌剧表演的，然后一唱一表演，然后这样有表演有那个另外的一套那个。我是想说不要说每年都打打鼓啦，跳跳舞，唱唱歌，这样子好像没有创新。阿嬷大家拢跳了真欢喜，感觉大家拢过了真快乐。真欢喜啊！是82岁了，啊，真欢喜啊！参加这样，足新鲜个呢。跳舞真正好啊，快乐跳了足快乐个安尼。即个得到最佳团体奖，大家拢真欢喜。未来嘛，将会持续创新，以上好的表演，让更加侪人了解头前社区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秀水采访报道。